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柚子。我们今天吃喜茶蛋糕，但是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，这个是芋泥的还是多肉葡萄，两个颜色长得太像了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这个是芋泥的，哇，这个蛋糕体真的特别特别轻盈，跟空气一样。这真的太好吃了！这个应该是金沙咸蛋黄的。这个是咸的，这个吃起来就没有芋泥那么甜。我感觉我好几个月没有吃喜茶蛋糕了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是爆浆葡萄。酸酸甜甜的。这个摆设有点爆光。哇，这好香啊，浓浓的那种椰奶味。这个不知道什么口味，看着就不太好吃，试试看啊。草莓。刷刷的，等会再吃。这个有点类似那种甜品版的发糕，它里面真的很扎实。
个发糕我真的爱不起来，真的太难吃了。我把这个蛋糕给吃完吧。嗯，吃完甜甜的。分不清楚它里面是草莓还是覆盆子了。我个人觉得芋泥的最好吃，然后就是咸蛋黄肉松，第三个是多肉葡萄，第四个是椰爆浆，然后。